这是我们欧瑞卡生产的一台1916 T3 高速厨房移花机。这台机器搭载的是16头的艾普森 i300 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台机器的主要优势有很多，采用的是直线电机的，这样打印的声音噪音会很小，以及负压供墨系统，铅笔收放，持续打印，整卷收放。但是铅笔收放的话也可以更换成万米收放料，然后每小时的话可以达到630个方。看资讯的朋友们，我们5月再见。